大家好，我是玲玲，今天来跟鸡皇单挑啊，是说他说他要跟我单挑的。好的，一样三场，然后我这次是那个先玩调香，皮肤是红灵叶，然后刚才爆了一点，我们就赶紧转点啦，稍微跑一下马拉松啊，毕竟要先调整好心态。然后一样是六超过100的话，六超过100秒就算我赢，六不到100秒的话就是他赢。好，不过下一把我应该是会监管，所以我们现在修机给他一点方位啊。好，手雷的感觉他应该是杰克啦，我猜啦，毕竟他跟我说过杰克是他本命。炸个鸡哦，守夜啊，守夜哦，感觉可以哦。等他来。OK， 那我就先下板了。这里一波跳，一波跳，那我这里再穿。分窗加速，哦，他吸到两个风哦，还是他刚才先前就已经吸过？带风窗，带风窗，傻鬼！这里分窗加速，这里一个那个板子可以博弈一下，应该是博弈得到。这里呵呵直接一个过板，打到再回溯，我才翻个翻板加速，哎，没加速，完了出事，感觉会被逮到了，王八。没有出事咯。那这里他干嘛？他这是在干嘛？顶一下放狗啊，我去，你这个鸡皇不讲武德啊，天哪，这板得放了，这板得放了，一个香水先丢先丢先丢，对对对，完了完了，妈耶，你冒险家是要躲猫猫吗？野猪。OK， 第二把我监管红蝶，皮肤竹华，来报仇啦，各位，刚才不讲武德，现在时候来报个仇啊。首先拍个位置，大概要控制好摇滚摇杆啊，是在那边吗？小房啊，小房感觉就是不太好打。诶，没有吗？没有吗？难道是在远方那台吗？机子没有在动哎，哦，还真是那一台啊！那这样一样照旧封住走位，直接一个打 ，OK？ 谁叫你叫猪呢？那这里哦，叠好了喏，这一个飞，哦，直接冲一波挡下，不过打一下 ，OK？ 这局面还不错啊，这里应该是不会砸板。好，然后进小屋。同样的惯例啊，这里飞过去吗？飞飞飞飞不过去啊！哦，他也出来探了一下头，那我飞进去，哈哈哈，逮到啊！直接爆头了，碎！哈，他直接傻眼。OK， 最后一局一样，我是红蝶监管呐、啊，然后地图我改月亮河，月亮河对他舞女来说应该也算好六吧。然后中场吗？还是没有？还是这边？感觉应该是这边哦。不过没有耳鸣，很 must 的。真的吗？真假？难道在车上等我？也没有，在那边那么远，那么远。我现在不想耗蝶啊，蝶得用在后面对付他的时候啊。那我们就徒走过去吧。OK， 炸鸡看一下，哦，跑出来了是不是？好像跑出来了哦。这个碟先不要乱用，在那边。果然，这个啊，没关系，我们有金身。果然呢 ，OK， 一刀没有飞轮，再一刀，这一刀几了？有了，我去，这个刀那个旁边的刀真宽呐、啊，把这个裁了，剩下两个八音盒哦，这里。两板一窗啊，然后是这个、啊、这个那感觉应该是，好吧，你来砸吧，要砸就砸吧。 OK， 不过好像生成巨力吗？算了，得赶快击倒。那里飞这里好了，飞这里在啊，没飞过去哦，还以为，难道你不在啊？不在，那应该是这个板子哦。一刀没，哎，
哎，还被你秀了两个，可没有第三个人秀了我一个。在哪里？又跟丢，我的天！哦，在那边哦。我去，还有一个慢翻，慢翻。那这里一刀带走你，很好，过来自己接刀啊。那就来看结果吧。OK， 最新三场数据47秒，他六的，再来34秒，对，就是这个我赢。然后再来，第三局，哦，对，这个失败的。57秒，所以是我赢耶，2-1的胜利呀、啊！哎、他也要单挑，好，那白吧。好的，他说他要舞女，那我直接掏个夫人试试，真是胆大包天啊，我的天！好，然后刚才是在这里出生的，来这里绕一下。绕一下鬼屋，哇，还真有哇、啊！哦，那里八音盒在那里，那里让我一个镜抬一下吗？抬，还抬到了。这个，一个跳，两波跳，那这个镜，可以说直接废了吧？原本想说还蛮好的，然后板区转一下，哇，好，你在这里呀、啊？好的，直接马上来到了一刀啊！然后呢，我的兴奋好了，这里在一个八音盒，一个八音盒的，那也不用踩了。这个有没有？这个上下落地没有？没有落地。不过，哎西，又烂掉一个镜子啊！这个蓄力没有？哎呦，还差一点呢。翻窗加速吗？双弹吗？好，进这里的话，又是一个八音盒，这个我也不踩了。这里一刀没有，差一点。那这个镜子，哎，等一下，这个镜子放个啥鬼啊？我去啊！不过好像可以哦，一刀哦，飞轮用掉到这里就看我的镜像了。有水，有些准了。那来看一下结果如何吧。OK， 68秒我赢。